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秋雨呢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啦。那本影视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期这个枪牌波普模式的解说视频啦。啊，那玩的呢是这个潜艇螺旋，上一轮我们担任的保卫方啊。那今天的话，秋雨给大家打的是这么一个五塞斯组合啊，一个怀旧系列啊，然后使用的枪械呢也是 GP 枪和一些怀旧枪械啊，以前的老版本的黑炮啊。然后呢，我这次为了迎合你们啊，戒指我都不戴了啊，因为我平时我的戒指其实是拿来增加连杀时长的啊，这样方便这个打素材嘛啊。但是很多人说，你还戴戒指啊，裸装戴戒指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不过行啊，今天我们也下掉了啊。然后呢，这场呢，对面也蛮有水平的啊，西部的一个枪王二段位，而且对面的 AC 的话上来就是一波1v5啊，就给秋雨一种满满的危机感啊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赛斯啊，看上去比较好欺负啊，所以说我们第二回合就马上换上了狙击枪，也就是我的巴拿马黑炮啊，还是比较准啊，你们懂的，像赛斯啊，突然一下就这么强啊，对面肯定引人怀疑啊，后边的话还是被特色了一波啊，不过没事儿啊，这期视频的话我们比较淡定啊，因为毕竟呢我也不是这个段位的人啊，也就没有多做解释啊。好的啊，秋雨的这个嗓子呢还没好全啊，这两天就不给大家解说整局了啊，接下来就给大家放原声啊，本期解说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的。你那苗走了吗？我来，你的黑雾苗走了吗？包点放给他，我们撤兵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不冲小弟下。我打26，30血，30血，不冲小弟下，直接走，直接到包点了，他到包点了，右手边，拉他，他40的30一滴血了。这个人好厉害啊！那我放炮了啊！兵工厂创一个，西上到管道。管道不用看，管道不用看，我在瞄入口的，里面没进来。到入口，管道入口。管道走一个。带包，这边带包。好了。站着吧，我来开根烟。门，双向门，管道都掉了，管道都掉了。串门吗？回外场了。雷斯又来了。雷斯。打潜艇就容易迷，一打潜艇就容易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M 过一，抬了，六十，我靠，A 哥 M 过两个，他六十 M 狙，别杀自己人啊！中过线了，中过，到底还有一个吗？反正外场是有的，我在家，就管道口。两个，上门。场还在啊，外场。掉包了，上门掉包了，你大 T 顶过来，大 T 顶过来。30，等于是30。这个在 B。A 是入口30。马上，别慌别慌。闭控闭控。来，打一打。好像不是吧？我刚前面打了 B 身，没反应过来。直接打。没空。哎，我狙到他了，他不死。A 控，那个屁股没有子弹。钩子到了。你们看我屁股。
猴子啊，就他一个了，木姐，就他一个了。好了，别漏了，别漏了，别漏了，这个幺幺二吧，放他下来一下。他不敢来了。上面压了吗？哎，他包在里面了。慢点。慢点，别去想。靠一个，靠一个，靠一个。走廊没人看，你闭空看一个走廊啊。那边烟牛逼，在哪儿打的？我闭空闭空。A 空有。A 空有。掉了，打打可以打可以打打一把打一打，打一来。谁呀？着了着了，纹身那个号。打金赛的，打金赛的那个，金赛全金赛。在刷广告啊！不理他，不刷广告嘞。没直播，不理他，没事。翻盘呢？打 A， 直接打 A， 直接打 A， 他一门没人烟了，直接打 A 来，快快快快快！走走走。下我下我下我下。A 包有人吗？不知道。反正 B B 四下是两个。打到头了，直接打 A， 直接打 A。飞空进一个，飞空进一个，飞空进一个。屁股来了，屁股屁股来了，屁股来了，屁股来了，屁股一个，屁股一个 ，A 空两个，屁股一个 ，A 空两个。抢一波屁股来，抢一波屁股，抢一波屁股，快快快！我老是按错键。左手边贴了一个，我听脚步，左手边贴了一个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进吧，进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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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廊有。包没带啊，包没带啊，怎么不带包？是，哎，小黑屋还有一把。把包带着。把包带着，把包带着。死了吧，黑屋都死了。把包赶紧带过来，我一血啊，我一血，稳住。屁股来了！救命！救命！保他！保他！保他！这逼控！马上！马上！别急！别急！能躲吗？能躲一躲吗？快点留一个好了。大地来一个，大地你靠着就行，你靠着就行，靠着就行。刚才居然让这个憨憨杀了两回，我真的是，哇呀，腰花都咬紧了。